你们票少了啦，我请你们来不是请你们帮我做这种事情，我这样真的很丢脸，拜托真的不要少了，要把这些清干净，不然会生病，医生说的。不是不是，我还不是，而且要说丢脸的话，戴这种浴帽来的人才丢脸吧，这种临时哪可能找到你说的那种什么帅气头巾啊，帅气头巾长什么样子啊？加个五官不然看不懂。画细一点不然看不懂。再加个身体不然看不懂。到底要看懂什么啦？这一张可以给我吗？我，好啊。差不多了，谢谢你们。可是下面还没找到。没关系，先休息一下。